先来看多特蒙德打斯图加特，斯图加特来势汹汹。这场比赛也有个特殊的意义，是要庆祝威斯特法伦50周年。入场通道已经提示了，今天会有剧情替补展示，并且希望各位球迷配合。来了来了，欧洲第一魔鬼主场，球场50年纪念 logo。赛前巨幅 TIFO 从南看台缓缓升起，今天是四面看台同时展示 TIFO， 这在威斯特法伦乃至欧洲也是头一次友好的投掷仪式。人头攒动，满满的南看台，太有压迫感了，不愧是欧洲第一魔鬼主场。客场球迷燃放的黑色烟，一度以为是哪里爆炸。球场广播宣布比赛暂时中断，等待烟火开始。主场烟火秀，壮观的南看台，做客的四足球迷还是很给力。主看台视野非常不错，当然票价也是非常不亲，而且买都买不到。感受一下南看台的压迫，这也是欧洲最大的站票单次看台。仅仅南看台就能容纳25000名球迷，并且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巨型 TIFO。 一些烟花独秀，最后用 You Will Walk Alone 结束这个视频吧。